美颜附体，点亮自媒体。东方信使，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。常言道，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。其原因就在于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那么，与其说造化弄人，不如说环境造人。具体到语言美容，首先需庆幸自己是中国人，说中国话，写中国字。汉字由于其一字一音节的特点。 才能造就出合辙押韵的神奇，就连该成语本身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无法翻译成他文。那是因为他文并不具备的意字意音属性。其次，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没有断代的国作，因而底蕴深厚，积累扎实，价值无限，风光无两。秉承传统文化，国人从小学开始就接受笔墨熏陶。 家家都是书香门第，户户都有文房四宝。那么，从校园的博文强记到家庭的耳濡目染，只要稍有心计，美颜如同美发、美甲、美颜，绝非镜花水月，看得见摸不着。在这个大造神童的时代，人工智能都可以写作文言文，更是具有画龙点睛、锦上添花的神助效应。 文言文的学术价值，关键在于意境精确到字，一个字一个意思。那么组词造句时，由此产生的灵活性，就使得吟诗作对成为艺术的可能。一块宝玉原石，静静地驻留在高山峡谷，毫无价值可言；但若雕塑成传国玉玺，就会佐证天之骄子的君权神兽。雕塑成翡翠白菜。 就会成为稀世珍宝而天下无双。在这自媒体火爆全网的时代，看客的嘴越吃越馋，看客的眼越看越刁。有些不入流的频道，恐风光不再辉煌不继。其突出的挑战就是真人出镜。如果一形象不佳，倒也问题不大，毕竟可以用数字人替身。二 口齿不清，倒也问题不大，毕竟可以用数字音代劳。三，言语俗套，这是致命难题，远非简单奇迹，淫巧可为。尤其是这上述第三点最为普遍，具体表现为：一，用日常口语录制，言语平庸，难为经典；二，用救世主的口吻讲话，教育众人，训斥苍生，颇令人反感；三。 处处离不开我字，给人的印象就是格局太小，可信度存疑。毕竟我字是心理学重点强调的忌讳之首。四用真名实姓，其自诩多为尊称，比如自称什么什么哥、解书官长、老师、先生、王公贵胄、才子佳人。凡粗通文墨者必知晓中华文化的做人精髓，即。 高调做事，低调做人；扎扎实实做事，终究是成功捷径。偷奸耍滑做人，必然是穷途末路。且看几年前还曾混迹网络的标题党，如今已经难觅踪迹。就自媒体而言，由于门槛较低，民众势必前赴后继，蜂拥而至。那么，作为一个就业市场和商品摊位，自媒体的未来必然是优胜劣汰，适者生存。 而血拼的擂台就在于语言的美化包装，这唯一一块因风格迥异，人工智能无能为力、爱莫能助的风水宝地。如果说美颜是一种爱好，那么美颜就是一种风格，一种追求完美的个人形象工程。风格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自我修炼、长期培养出来的。